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模组介绍。大家看到我手里的 TNT 了吗？放心，我是不会炸你们的啦。今天我们要在矿洞里面制作一套超级矿工盔甲，需要的材料非常的昂贵，一套钻石盔甲，四个岩浆桶，另加一个 TNT。我们只需要在工作台里面按照规定的摆放，就可以制作出来盔甲包，然后拿着盔甲包在地上狠狠地摔一下，就可以得到超级矿工盔甲啦。把超级矿工盔甲穿在我们的身上，效果那是立刻显现出来，我们的眼前一片明亮，而且还会给我们三个技能，一技能爆破，二技能穿墙，三技能冶炼。大家不必担心夜视效果，只要我们穿着盔甲，眼前就不会黑暗。超级矿工盔甲也不是无敌万能的，每使用一次技能都会消耗盔甲的能量，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用煤炭给我们的盔甲进行充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技能啦。一技能爆破，无论是开山还是挖矿，那都是相当迅速的，而且我们还不用担心会炸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只需要点着技能向前爆破开山就 OK 了。但是能量消耗还是挺快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多挖一点煤炭哦。三技能冶炼，可以随时把我们挖过来的矿石在里面进行高速熔炼，而且冶炼是不用任何的煤炭资源，一次还可以同时冶炼九种矿石，简直就是行走的熔炉嘛。二技能穿墙，说实话我还真有点不敢用，因为这个穿墙实在是太不稳定了，每一次穿墙都会胆战心惊，或许你一不小心就穿到岩浆里面了，就像我一样，这不穿到石头里面了，还好我反应及时逃了出来。所以小伙伴们，超级矿工盔甲虽然好用，但是切记要谨慎使用哦。